吃饭，今天我们吃木瓜丝，还有南瓜。这个是家里面种的，吃不完的南瓜。这个是手工木瓜丝，这个木瓜丝姐妹们都知道，雪芽平时一直都是卖27.9两瓶，然后做活动19.9两瓶，今天雪芽再减两块，17.9到手两瓶啊。这个就是没有添加剂防腐剂，农村纯手工做的，姐妹们收到货一定要放冰箱保鲜，只做两天时间哦。今天和明天两天直接减10块，17.9。这个木瓜丝就是没有添加剂防腐剂的，姐妹们放心吃。姐妹们，这款木瓜丝你们吃的时候最好先从下面开始掏，因为下面的话有点稍微有点水，它比较湿润比较脆，上面的话比较干，从下面开始掏来吃。从瓶子的底部拜拜。今天我们来吃个我们这边的青红泡椒，下周吃。这就是不想炒菜的人。酸酸的，辣辣的，咸咸的。如果直接吃的话，一定要用水洗一洗。这就是开胃小菜。这个就是我们这边青红泡椒，这个是混装的。现在是做的活动，一包减3块，多包更划算，到家可以做泡椒鱼、泡椒鸡杂。
泡椒肥肠、泡椒猪肝、泡椒鸭血，这些泡椒炒肉都行。然后姐妹们如果喜欢吃脆的话，它就是青的比较脆，红的比较软一点点，这样的一袋一斤哈。我再来一个青的，做菜口感更佳，直接吃会咸一点。可以拿来解个腻还行。酸辣开胃的是。这个泡椒拿来炒肥肠老好吃了，炒鸡杂这些都行。多包更划算，喜欢我们这边的辣椒姐妹们可以看看哦，拜拜。姐妹们，咱们来吃这个年糕火鸡面哈，三个口味，芝士味、炸酱味、甜辣味，这个你们应该都不陌生吧，经常在热门上看见人家吃。还有我最爱的年糕，这个调料我就放了半包，因为放完一包我觉得有点辣。你们喜欢吃辣的可以放完哈。年糕口口弹弹的，开水泡五分钟啊，把水倒出去直接拌就行了。这个29.96六桶，你们可以拍三种混合口味都能吃到。看我这儿穿的衣服好花，像我妈那个年纪穿的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特别喜欢吃这个年糕的？糯叽叽的 ，Q 弹弹的。好香啊，
好满足啊。